今天佛太来了小孩，我们是有几大公的呀？六斤，那六斤，六斤的，那是五斤，五斤，那还相差一斤，你相差一斤都大哦。哎，不怕没干呢。哎呦，我都给，我都给，我都给，我太有给你。哎，如果咩个利是，我都平安啦，顺顺利利，顺利啊，我真会打啊，得未啊？嗯，好的哦。你有得买咩？有咯，天香宝。快乐来偷啊！啊，你又水来咯哈？捞来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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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这个像爸爸哦，你要妹妹还是要弟弟呀？哎呀，你鼻涕又流了，擦鼻涕先。现在他手脚蛮长的哦，他手脚蛮长的，硬强不？他硬强啊！妈妈被切刀嘞，切刀啊，硬强哦，再长，再长，再长，卖不够，卖不够，卖不够，卖蛋蛋蛋蛋蛋蛋蛋要的要的哦，要的哦。哎呀，女孩嘛，娇羞一点啊。就是哦，娇羞哟，嘴巴嘟嘟啊。呀，你今天看又不一样啦。今天看又不一样了。今天看又不一样了。看看你们家的宝贝，看看你们家的宝贝，看看小丫丫的。吓他，他想起一个叫欧的，还是？在右边。想妈妈，想姑妈，养的。想妈妈，养姑妈，养姑妈，叫欧的，不要多有个叫欧。你怎么又变了？有腿上壳，妹妹下了呢。妹妹的，表妹拿你的包包，你看，你去包你的先，包表妹。这个包才好包哦。我买那个太大了。这个好包一点。用包都拿起来，给扔。奶奶帮换尿片先。你干嘛？我说，竹北长寻的，竹北小孩的粥特别的好吃，我觉得。哦呦，今晚上海鲜宴。两位大厨，我感觉从九龙冲出来的全都是大厨。小厨。青出于蓝胜于蓝。今晚上的海鲜宴了吗？就是缺少点表妹，综合一下嘛，嗯、啊。但是经常来水岭村，水岭村表妹多。妈的，皮皮虾怎么搞？来了，表妹。啊？阿彪送鸡来了。哎，真的送鸡来了。哎呀，升级厨师做的菜就是不一样啊，上档次。你要学习吗？啊，得了，你们不回去了，在这里吧，帮你们安排一个表妹，一人安排一个。安排表妹的话，肯定是不回去了哇，是吧？这东西。听到表妹都不想回去了。哎呦。吃饭无所谓。来了，马上安排啊。这个你要不要安排？厨师好安排，这个食材你看你的哦。食材我不提供啊。开动。食材提供了，我吃不起了。吃饭，吃饭先，他们晚一点啊。三航，你留在这里吧，带表妹好不好？啊，好不好？嗯、啊，留在这里带表妹了。等一下，我看你啊，你睡觉时间都没有，带表妹。啊，你们先吃嘛，先吃嘛，然后他们晚一点。嗯。我们先开粥了，我们先开粥了，等一下他们那边开那边。你哦，你到哪里去了你？你不来海鲜都没有吃完了不？嗯，我们先吃了。啊，他们回去先了。没有，我以为你说，哎，表妹呢？拜拜了。拜拜啊！哇，天哪！这么多鸡蛋，天天吃啊！啊，这是小公主的猪姑爹送的。
大姑爹送的哦、啊、小公主以后天天吃鸡蛋哦，来给你补一下。哎呀，你啊，白天的睡得是真的香，晚上就是睁开眼睛那里左看右看的，准备洗蹦蹦咯。啊，二棚开始了。你们再晚一点呢，那个菜都凉完了都。你们先吃吧啊，上去帮妹妹换尿片呢。今天很多啊亲戚朋友啊都过来了，给那个小宝贝啊送根啊，也收到了很多礼物，很多祝福啊，谢谢大家。那个小宝贝已经到那个我妈隔壁，她住在我隔壁，跟我妈一起住。就是我妈负责上半夜，然后我负责下半夜。然后昨晚上的话，我们这晚上给她冲点奶喝，因为我媳妇就是慢慢的嘛，她那个奶是现在慢慢在回升了，慢慢在提升，所以估计一两天这样应该会好一点。然后晚上我们就冲点奶粉给她喝了，不然的话晚上她不睡觉也不行的，吃不饱。好吧，那我准备去洗澡了，下期见啊，拜拜。